TWICE 智孝和 IOI 出身的金世正在旅行途中对路人表现出了真诚的态度，吸引了人们的视线。现在 TWICE 官方 YouTube 频道上上传了 TWICE 智孝和好友金世正私下旅游济州岛的影片。智孝对这次旅行表示，不管被别人发现，我们都决定要好好的玩，因此两人似乎可以不顾别人尽情享受私生活。智孝和金世正除了戴墨镜外没有特别乔装打扮，只要在别人面前对着镜头就会全力摆出姿势，以真实的样子享受快乐。看到这两人的路人似乎对他们说很不错呢。这是在鲜花盛开的拍照地点附近走来走去时发生的事情。金世正做出令人吃惊的行动，竟然突然对路人说要帮忙拍照吗？看到金世正的洒脱，智孝也大吃一惊，但是智孝也说可以拜托帮我们拍照吗，提议互相帮忙拍照。两人似乎点燃了偶像的灵魂，一边喊着很有艺术呢，很美呢，一边拍着几张照片。顺利结束彼此的合照后，刚刚合照的路人看到智孝和金世正说非常漂亮的，最后还一起拍摄的，展现了出色的服务精神。两人不顾私生活主动搭话，表现出了超洒脱的一面。对于两人的这种应对方式，不仅赞不绝口，还出现了羡慕等留言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